道终于突破70万订阅大关啦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也会遵守我的承诺，送出 iPhone 11 Pro 来回馈给你们。你们现在只需要确保已经订阅了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了小铃铛，还有追踪了我和 Cherry 的 Instagram， 之后我就会从中挑出幸运儿，把这个 iPhone 11 Pro 送出去啦。所以我们继续看影片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宇。今天呢，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是我们在朗高一的最后一个晚上，然后现在大伙儿他们都在外面那边游着泳，除了我跟阿旺两个人。你跑来，你不要跑到底裤。你说底裤还会有什么问题？不会。OK， 除了我跟阿旺两个人还。你是不是该买的？除了我跟阿旺两个人没有下水，所以呢。所以啊，因为我跟阿旺已经是有一段时间没有一起合作去做一些坏坏的事情。OK， 我先讲我这次的目标，你先猜啦，我这次的目标会是谁？虽然，哦耶哦，因为我该跟你讲了。OK。米斯 Ryan 啊，这一次我们的target是米斯 and Ryan， 就是讲他们现在在外面游着泳，所以我们现在趁着空档，我们就闯进他们的房间，然后躲在他们的 Freegia 啦。Freegia 是什么？空档。闯进我们的厕所，然后我们就在里面躲住，然后不要给他们知道，直到他们发现我们为止。OK， 重点就是这样啊。我跟阿旺会趁现在这个时间，他们还在游着泳，然后趁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们房间的时候，我们快点跑进去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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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在哪里？在哪里 ？OK， 我不懂啊，那个是他们呐、啊，因为太远了。米斯，你这个是哪样？米斯，米斯是在，我有没看到？不要给他看到，他们的房间是在那边。隔壁就是了， yes. 所以我们要从这边出还是从那边出？这边啊，先跑去。你这个服务很好哎。你要毛巾。怎么要这样躲鱼？怎么你要这样躲鱼？不会给他们看到吗？所以，很性感的妆。你是自己换成没有？我原本是要躲他们的床底的，可是你看他们的床底是这样子的底在的，所以我们躲不到。你想试吗？我穿着袜子哎。OK， 所以问题来了，他们问我要游几久，所以我帮这边等。真的没？要不然出去让我游一下。OK， 现在先来一个简单的突击检查先，这个是看一下他的牙刷有没有什么线索，看一下他的马桶，看他们大便小便有没有冲水。OK， 非常有道德。然后我还有什么可以 check？ 啊，用完了。OK， 这个代表什么呢？代表Ryan是自己来的。OK， 现在我们就乖乖在那边等他们进来了。我觉得应该不会等很久啊。如果是等很久也没有办法，也是要等，所以就等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等了大概10到15分钟左右，然后我的朋友已经快不行了，他的很多脂肪已经慢慢的从他的皮肤渗透出来了。我冷，你要
要抓床啊，你不要从两叫你从你叫我坐下来，你要我坐哪里？坐地上。啊，应该20-30分钟左右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们从第一天来冷咖啡去躲到现在。哇，哇，变态！你们几个几十变态进来的？没有我，所以我简单来访问一下啊，你们一天平均会吵几次架？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那不算吵架，那是情侣的互动。如果那个刚才那个算吵架的话，可能一天能有5-6次。真的、啊，我你每天这样搞不会累他每天这样乱，我更累耶。其实他比我更乱的。他
哎，该我们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真的怕你们突然间就是争吵起来，真正的那种吵。我跟你讲，不可能。现在就很少啦，我们都是顶嘴来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都是顶来顶去，因为我懂他要吵，他要点的时候。哦，我懂啊，我懂这种是什么 style， 谁翻大把刀啊？对呀、啊，就是他要点的时候，OK， 赶快道歉先。没有办法了。他也是这样，你刚才没有跟我讲，所以我就生气了。我跟你讲。还有第二点，我有在担心的是。我怕你们真的是脱光了，然后走进来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话很尴尬，真的很尴尬。但是我觉得你们是不会，我自己心里已经有一个数。如果我听到你们已经是有开始脱衣的声音了，我觉得哎、欸，其实我们在里面这样阻止你们，这样我才敢往跑出来。这样子更尴尬。脱自己的时候有声音耶。你们变态耶。OK， 我也期待了一下。你期待什么？你期待什么？我期待他们打起来。OK， 所以今天影片到这结束啦，谢谢 Mr. Ryan 还有阿旺，所以可以 subscribe 我们，然后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我们明天就要从这边回，从南高会回啊，对，回我们家乡，所以这一趟旅行很开心，开心，好开心。如果给你拍到我裸体，我更开心，对，我更开心。OK， 拜拜，我们下集见。